白不明白，眼前要是有对象，你就要努力地追。什么才叫做爱？你明白不明白？对象要是在眼前，要追求你要赶快，拿出你的勇气来，对他说明你的爱。不要怕失败，别再错过好机会。要是你需要爱，不应该往后退，一退就要失去爱，要追也追不回。要是你需要爱，不应该往后退，一退就要失去爱，要追也追不回。